那这样校长如果就是校长期间你的小学费可以对关系这样对第二，我每次在这个升旗的最后一次，我都会说一定要给我们这些管乐团的同学们热烈的掌声。我今年好像忘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在这边抱歉了啊。好，第三，我还是刚才接受访问的时候，还是讲一下啊，就是说，以乐器会友，以音乐会友，以球会友，以书会友，或者以唱歌会友，都是一直非常健康的社群活动。那也祝福我们公园高中的管乐团能够这样子的永续下去，谢谢。